完了 ，BBQ 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完犊子了，锅底给我们烧坏了。那个吧，找几两破烂机往那破烂店埋一个吧。走，先去给俺奶买个锅去。终于找到了。美国有吗？就这个吗？对。这两个你看，换你拿一个。你看我不会啊，我不懂啊。拿个重的能拿吗？这个上面不都全都裂纹吗？嗯。就这样的啊。哦，那个贵是吧？对，那个呢？那个65。这个65，这个165。还六十多，那挺贵的。就买个贵的呢，就拿那个好的吧。这样烧不漏了。一步倒位，600块钱呗。再去买点好吃的。嗯，出去了。100元。走。今天要背这个锅给你们干净，请叫我背锅侠。俺俩又看中什么了？买个簸箕。还得买一个呢。预计收款88元。好，这个钱也付了。你们俩干嘛的？卖了铁铁呗。快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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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人家还搬着，这俩坐在一起了呢。走。哎，演员坐啊。咱们俩坐在这把这锅看好了行不行？我带奶奶跟太太去赶集行不行？拜拜。哎呀，真不来。腰带穿的怎么样？穿那个板正又紧身，不比你穿之前的衣服好看多了，是不是啊？趁机给你买，你就收着。丑什么？直接买这个。俺俩嫌你衣服丑，你给他挑，你看哪个好看给你挑。你不要看俺奶奶，那70多岁了，可潮流了，我跟你讲。俺奶看好了，你就试试，是俺奶奶没有错。这好看啊！你觉得好看就行。再看看这个，看看。不用你选了，衬一衬。我不。这个衣服。这是妈妈要给奶奶买的，不用你给妈妈买。好看呢。好看啊！俺俩洋气。看看像吗？母女装啊，像，一模一样的裙子，一个是红色，一个是蓝色。咱俩好看，好看，洋气，一个洋气的婆婆，一个洋气的奶奶。有，兄弟们还喝矿泉水。你喝了？那你喝这个。我这也不卡，你不卡，那你等下吃一把吧。你这嗓子敢笑着吗？俺自家的，拿自己家夸自己家的。不是俺自己家好就夸呗。好也好，走，买点几把回去，走，回去给我给你看看。这个唱的也好，你自己家的好。和睦家庭嘛，把邻居都看红眼。走，看看肥猪肉，等一下开锅用。你还有没有想吃的？没有了，回去吧。我那葡萄给你吃吧，我看你呆的什么都没买。走。我要把那个锅给你安上去。哎呦。你大一肚，小一块的。小时候玉雪就你带大的，天天做饭给玉雪吃，他孝顺你是应该的。这个锅用了12年了，终于可以换了。这个铝锅啊，今天买的是铁锅。哎，小华，小华今天把这个锅给它开了，下次就有锅用了嘛。这锅比之前的锅有点大哦。拜师好。拜师。咱俩把那锅重新倒下子，锅烧热，把这个肥猪肉给它放下去，四边都给它擦擦。你小心点哦，你看你昨天手被烫的。拜师都好了都。都起水泡了。嗯，两天就好了。好，来，把锅。